狐狸猫今天自己做了三明治当早餐，来到学校后，看到小树蛙和麦麦，便从包包中拿出早餐，得意地说：我今天参考网络上的食谱做了三明治，看起来很好吃吧？麦麦看着狐狸猫的三明治说：看起来好好吃，你是怎么做的？狐狸猫说：将两片方形吐司、一片火腿和一片起司一层一层堆叠好，然后再对切就完成了。小树蛙说：你们知道吗？其实化学反应式也和三明治的做法一样，可以像这样的配方来表示哦。化学反应式用来描述在化学反应中参与的物质种类、数量关系以及反应发生所需要的环境与条件。三明治的原料吐司、火腿和起司便是参与化学反应的物质，而做一份三明治需要的材料数量便是数量关系。切开三明治需要用到的菜刀与室温，即是反应发生需要的环境与条件。小树蛙、麦麦跟狐狸猫站到黑板前，他们想知道如何将化学反应以国际通用的表达方式呈现，于是决定用双氧水制氧的反应来练习。狐狸猫说：二氧化锰是反应物，也要被写进反应式才对。麦麦说：二氧化锰是催化剂，不用被写进反应式。狐狸猫不甘示弱地说：麦麦的反应式没有平衡，所以麦麦答案是错的。小树蛙说：别吵了，你们的反应式都不正确，先来想一想，双氧水加二氧化锰会产生氧气的化学反应中，哪个是反应物，哪个是生成物吧。麦麦说对了，二氧化锰是催化剂，不是反应物。接下来我们要先知道如何用正确的化学式来表示反应物与生成物，这是双氧水加二氧化锰后产生氧气的化学反应式。箭号表示反应的进行方向，箭号左边的是反应物，右边是生成物，因此可以推论出来，双氧水是反应物，会在左边，生成的氧气和水是生成物，放在右边。大家答对了吗？而狐狸猫刚刚说的有一点是对的，化学反应标示完反应物和产物之后，要根据质量守恒定律，使反应前后各种原子数量保持相等，要平衡化学反应式。例如，这个化学反应式，反应前反应物本来有两个氧，反应结束后却变成三个氧，这就不符合之前学的质量守恒定律。狐狸猫惊讶地回答：真的？那我要怎么办呢？小树蛙说：不用担心，化学反应的发生其实只是将原子重新排列组合，原子本身的种类与数量并不会发生变化，而且化学反应式必须根据反应的事实来书写。譬如双氧水分解不会产生氢气和氧气，看起来好像是平衡的，但却是不存在的。所以需要让反应式左右的同种原子数目相等，因此我们要将每个原子的数目标出来，并使反应前后同种原子总数相等，接着就可以写上系数，这样就符合质量守恒定律了。以这个反应为例，反应前应该是两个过氧化氢，氢原子数是二乘以二等于四个，氧原子数也是二乘以二等于四个，所以反应后应该是两个水，氢原子仍然是四个，而氧原子一共是二乘以一加一乘以二，也是四个。小树蛙说：这个实验使用双氧水的分解来取得氧气，以二氧化锰当作催化剂，用排水集气法搜集氧气到广口瓶里。一般化学反应式里的符号都是画在中间的箭号上，但事实上我们还有一种符号是画在分子式旁边的，分成向上的箭号和向下的箭号，分别代表气体生成和沉淀产生。像是这个反应式，
双氧水分解后产生氧气，我们就会写成这样的反应式。小树蛙继续说，像是小苏打加热会产生二氧化碳的化学反应，为了表示加热，会在反应方向箭号上方加上代表加热的三角形符号。另外，由于气体会溢散，所以在反应方程式里会用向上的箭号注明。因此，小苏打加热后产生的生成物可以在反应式的二氧化碳旁标示一个向上的箭号，代表气体生成。狐狸猫点点头说，气体可以用向上的箭号表示，那沉淀是不是像你刚刚说的，在旁边标向下的箭号就好？小树蛙说，没错，我们可以用这个碳酸钠和氯化钙混合的实验来说明，两者混合之后产生氯化钠和碳酸钙，其中碳酸钙是白色沉淀物，因此我们可以在生成物碳酸钙那里画一个向下的箭号，代表沉淀。小树蛙问，你可以写出这个反应的化学反应式吗？狐狸猫说，我会，首先在箭号两边用化学式写出反应物和生成物，接着要把两边的系数均衡一下，变成这样。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化学反应式可以表达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种类与反应时各物质之间的数量关系，并以中间的箭号表示反应方向。根据事实写出反应物与生成物，各反应物与各生成物之间用加号连接，读作氦；在反应物与生成物之间用箭号连接，读作生成。加上适当的系数，平衡化学反应式，并标上必要的条件与符号。除了用箭号标示该物质的状态外，如果要追求更精准的表示，在化学反应式右侧可以用下标的字母缩写呈现该物质的状态。在这个反应式里，括号 S、 括号 G、 括号 L、 括号 AQ 各自代表什么意思？